像小当家的感觉，对，非常的快速。切出来是有自己有种九层塔哎、欸，哦，特别把它切成再组成爱心的样子。大家觉得爱妃的刀都 OK 吗？ OK 对不对？你们好好说话。刀子不错。刀子不错，因为知道被你抓到，因为知道最近就是他工作太多，所以他就是运动量比较少。他就说哦天哪，那个我真的不能再吃宵夜。然后说哎呦，真的没有人会跟我抢。然后就吹头发的时候听到一声嗯的声音，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？然后冲出去看，就发现他在偷吃我的，就是打泡煮饭，让我超生气。我说哎、欸，你怎么给他偷吃啊？哎、啊，不是不吃宵夜。然后就说哦天啊，真的太香了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其实多多少少就有影响啦。是有两个原本要出国工作的活动，可能就往后这样。但是有下半年的新戏，其实还是有在谈。那会希望就是大家平平安安的，然后希望疫情早点结束。这样非常重要的就是洗手，而且他说要洗20秒以上。他说如果你是在20秒以下呢，那只是弄湿手，那不是真的洗手。所以我们就是要很认真的，就是把那个你的玉手洗得很干净。帮家里新增一个成员热闹一下。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，但如果有这个打算的话，因为依照我的个性，我是一定会跟大家说的，对，绝对会开诚布公的跟大家讲。对啊，是怎样的运动可以？因为几乎完全身材非常好。没有啊，我觉得很像，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如果觉得去健身房跟大家接触没有那么方便的话，我自己觉得是在家里做一些徒手的训练，就是用你自己的重量，然后搭配瑜伽垫。就比如说你可能可以做一些仰卧起坐或是一些伸展，比如说你筋很硬啊，就做一些伸展，然后做一些徒手的运动，我觉得相信应该也是会有帮助的。嗯。